这么拿拍，然后看到球过来你就这么挥出去，明白了吗？老师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说你是不是找我报仇来了？创作需要啊，需要一个没有经验的女孩练习球技。啊，王权客栈难道是部运动小说？看着球，就这样打过去，知道没？输的挺多。看好了，这样，然后回拍，一二三，走。啊，我让你瞄准目标，你的目标是我脸是不是？啊，我终于有点理解打球的乐趣了。虽然两手酸的不像是自己的，但是这种感觉真的爽爆了。你当然爽了，敢打我脸的人呐，除了江雨辰，也就只剩下你了。嗯，老师，你说你写书也写得这么好，打球也打得这么棒，到底是怎么样做到学一样一样精通的？很简单啊，专注和坚持。意志力强的人啊，做什么事儿都能成功。就算遇到了挫折，想不开也是一时的，更多的应该是不甘心。所以说，这种人哪怕是没落，也只是暂时的，只要能激发他的斗志，他就能重新振作。可能吧，哎，怎么又是可能啦？我是可以重新振作呀，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周传。那你的意思是，这个世上只有两种人，你和其他人？说的不错，咱们今天晚上出去吃吧。啊，糟了，我忘了我和姜老师约了晚饭，我们要一起看大结局的。我替你去，反正我也要经常跟他讨论剧情。你就安心回家，想所闻的事儿吧。嗯。爱奇艺 ，Strange Name，Amazing Shows。